那谁要过去？啊，有人继续进来了。开始啊！他你的队员的啊，不管了，直接开始。他是统神的那个吧？随便，直接开始啊！啊，随便啦，赶快开始。他反正他转一的应该 OK 的。哎，我们先拉一团啦。干，他有断带、欸，我要检举他。啊，我自己拉一团。哎呀，要，让他断带消失。消失也断。哎、欸，我们有 LM 七七的那个吗？那个，挂了。哎、欸，好快啊、哦！喂，喂，LM 七七谁有啊？拉一下，问他。好。LM 七七是谁？人脉哥谁啊？欧恩什么那个？要编谁啊？要编谁？哎，随便啦，管他们要编谁。啊，进来了，没事。喂。哦，又你的麦又爆炸了，破麦。我们要爆炸了，先编，先编啦！调一下，调小声一点，好吵。现在嘞，还是太大声，再小声一点。真的。这样嘞。小破麦啊！好像。哎，把圣雷系编掉啊！让那个神的，不要知道，这玩这游戏是要引爆对面最弱的点啊！赶快把圣雷系编掉，攻击最弱的一环，引爆了！我真是天才！喂，继续你好，哎哎，好久没一起玩了啊！还有一个、啊、引爆，我们引爆最弱的点了。哎、欸，神乐除了接那个射击器还玩什么 ？Well, I ever see him play Gregus, Ben, got Ben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 Ben 吗？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分路。奶茶要射盆嘛？龟狗你要 AD 吗？随便啊。好，认真一点啦 ，AD 啊，打爆对面。然后那个 P1 你要jungle 是不是？还有一只要Ben谁？我饭拿那么好吗？七七，你要哪一路？边衣服里，你们升哪一路？升上路啊！可以，我江狗可以，给我江狗，我加了试试各种带风向。江狗啦！你相信我，我要江狗。我你中那么强？好，帮我按摩师啊！亚洲第一按摩师啊！谁要那边脑子歪一边去？可以啊，有点七七中啊，有点七七中，刚好最后一个撞上一个 pick。哎，七七，你没哪一路？去打中啦！有点七七没哪一路，有点七七没哪一路，老样。好啦，不多说啦，哎、欸，我们先抢 OP 角啊。哎、欸，江狗是谁？我要江狗。那江狗那哪一只？狮子。啊？你要狮子江狗、喔？我今天你打得很辛苦哎、欸。哪有？真的要狮子？啊，雷哥啊！哦，你别闹啦！真的啦！哎、欸，那你别，我先选 ED 啊！要饭哎、欸！啊，你要饭被编了，饭被编了。啊！啊，给你玩 ED 啊！啊，你要玩谁？我不一定有哎、欸。对，哎，不会，你们下面三个随便都有啊！我跟你讲，中路跟上路现在不能先选啦、啊，谁先选谁就爆，除非选球女那一种。真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深沉的恐惧，哎呀，对啊，不要胜，封糖，哎，奶茶，你把雷兹编掉干嘛啦？哦，编雷兹，手那么短还编，然后这么长了，啊，the key for the key， 我的 key， 哎，这边抢你嘉文呢，怎么办？现在谁啊？别玩了，装狗啊！你要玩谁啊？你要神梯了吗？啊，你要玩哪一？不，我现在哪一路我都不知道啊。中过上没？所以上过装狗，装狗吗？还是装狗？啊，那我中好，我不太喜欢玩上路。我看一下这边飞尸哦。我上路啊。那我一定屌虐他、啊。要玩谁？凯尔啦，随便玩一只都虐啊，凯尔。
Into a fright! ACC 怎样？牛鬼什么雷格尔的三 Q 啊？忘了。你不要来戳好不好？我看真的你戳，你戳你超厉害啊！但你现在在问哦、喔啊，他就满路的时候点快一点而已，就点快一点，点而已，就智能施法顺点而已。对，就顺点啊。然后什么技巧？哦、就反正你知道你满路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往那哪个人跳，然后 QW 三个键乱点就可以点出来了，就点快一点就可以点出来了，那没有什么技巧。我上路是吧？我上路是吧？好。看他们吉他们吉米也面饭，然后他也变掉。真的。这么怕我 pick？ 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玩凯尔随便都虐啊。哎呀，好吧，雷文啊，不是你们雷文的上最强的可以啦，哎呦，雷文打二也是 BCT 宣文 ，S Ribbon 宣文孙文，我跟你换，我跟你换，耍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符文刚哦，菲斯。欸、一模一样哎、欸，改都不用改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高那个八滴滴是超级无敌嘴的人。哎、欸，中路没有闪。我突然觉得好浪漫，温馨哦。你跟他借啊？注意是饭粉，一定是饭粉是吧？这谁的声音啊？关一下好不好？刚刚为什么听到音乐？对啊，不用怕，我们有 BCT 宣问，应该会赢。你知道有兔女郎了，我都感觉很强。兔女郎，真的假的？我骗的。可是我也有哎、欸。啊，你很强 啊！没事没事，你雷文很强啊。我说你烂吗？铜牌场很强。金牌场那个金牌场是杀遍天下无敌手啊。QA， 你要有一个雷那个金牌界的雷文王，你对面都有造型哎、欸，太屌了吧！我也有啊，我也有啊，大审判长啊，各种审判对面的配伍啊，全部唐凯尔，哎、欸，干又是屁孩传说哦，大审判长啊，玩飞射都爱用那个屁孩传说哎、欸，屁孩传说，大审判长啊，各种审判对面的智障啊，哎、欸，大审判长不是逆转裁判里面那个熟辣吗？那个只是审判长而已啊，我是大大审判长。我 LPS 呼高，别来挂网了，赶快插眼哦。现在突然到250级，然后等下打一打兵100多。先淡点，我一分多再考虑。不用怕，我们一等比较猛啊。喂，狗玩 AD 就放心了 ，OK 的。哇操！你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下路插眼哦。哎呦呦，你知道我今天在韩国有一个 server 在这里比赛，有一个 server 在这里插眼。然后嘞，就很猛啊。他上路滴水不漏啊，因为通常的人不都只这里插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啊。你要 face check 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你没点那个，你点多少？0219奶茶。你问我吗？是啊，奶茶，赶快插眼呐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哦。你知道，等那个东海过来反野，我们这边的 jungle 你也知道他输。这边插一个，然后再这边插一个，还是插这附近。你也知道我们画人口短啊？哎，多插一根，多插一根。对，上路，哎，走上去，走上去。然后帮我、欸、这里也插一根，这里也插一根。哦，这么远！这边东海啊，我们这个要快啊，已经要50秒了。哎、欸，钻一打白金一，懒叫比鸡腿啊！白痴哦，东海已经拿出他玩得不错的嘉文了。的。我根本不敢走，那我会被干。
哎、欸、，How many you are？ You 呢？啊，那个红没了，是不是？有吧？有吧？你有病哦！他你有，你还去他那边拿？你找死哦！去对面拿！你会不会玩枪狗啊？看、哦，你说你白金有、啊、他妈你在放屁啊？没有啊，我们的晚差他们早就过来了，跟你讲没了。哎、欸，还有，哎呦哎呦，还有你敢吃哦？我操！你真的不怕死哎、欸？他突然间也只能这样拼啊！不是，你就去吃对面的。可以拉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他过来，过来。能拉，你能拉就拉。我、啊、操！我操！你来戳我是谁？我靠！哇哦！打三啊！我操！白金一打不能打死掉哎、欸！哇！我还好，还好不需要你，我一打三。你是哇下来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到底啊？干你没玩过 jungle 啊？给你多少钱呐、啊？我操，有点有道理啊！哇，台服最猛白金一耶，打 jungle 打到爆掉！哇，白金一耶！哇，哎、欸，他来，你要不要来反他 啊？算了啊，想你也不行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好的。哎、欸，这个 jungle 哦，啊，都是看戏看太入迷啦，太多了。太里面就不要拉，你就不要拉。好猛哦，哎、欸，台服最强 jungle 哎、欸，白金一可以打野怪打到爆掉哎、欸啊，哇，你真的是人才哎、欸，你是第一个啊。而且你说 solo， 而且你说随便乱玩就算了，现在是面子问题啊。对啊，我怕。可是我平常打都不会这样啊，怎么会這樣？教一手吗？因为刚辅助没有帮你。我看，等等我去查你的一个只玩一场你就知道厉害了。没有，我玩三四场了吧，就知道厉害了。教我，还没有演吧？不用来了，我一打三。好。啊，没办法，刚。那我要浓了，拜拜。你除了浓，你算了。没差、啊，你体谅一下那个低能儿啊。打野都能打到死，哎、欸，打野打到死很痛苦的、啊。打到死，打野打到死，多久没看到了？来，再看到一次啊！打野打到死是我一两年前的事情了，刚玩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我也不想啊，最近半年都没看到。啊，奶茶没有帮我打哦。我去插野，而且早餐饭现在多兰剑起手，你知道韩国现在都这样子吗？你说多兰剑起手，打野打到死，就是打到死。你说偷红，然后就是一分大概四十秒才帮上路插野，因为这样子上路的眼比较稳，比较久了。那是这一句的问题了吧？啊，不要闪，不然要死了。啊，那边有个闪现。对了对了，我回来，我回来。哎、欸，大神上榜，你会不会输？啊，走，你继续去农野怪，他兵器还没推过来，等推过来你再过来。啊，交一个闪现。啊、哦，维农的不错，还有杀人。你要插眼。我知道，我要去插了。哎、欸，等我推过来，你过来顶一下。他弄的不错，哎、欸，我也差不多。应该可以多吃两只吧？为什么他没有你？啊，过来，就吃那一只。他们为了压雷文吗？真的是废了。应该是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玩游戏可以玩到像你那么烂的，也他妈的也没有几个了。白金一可以被 SQ， 哎、欸，这里是还没乱你哦，你可以被 SQ， 哈，根本就知道我的厉害、啊。好险，都还打比较保守。要是玩家文偷蓝直接干你红，你就废了。没有，他红已经练掉，他是练掉才被踩死。因为我剩两滴血啊，就更低能啊。我吃。哎，上路哪里有眼？我还在下尾。上路哪里有眼？哎、欸，七七哪里有野？应该有吧，有吧，你那边有，没关系，你要来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打扰、欸、来了，我在等你了。在等你。我了，轻松收头啊！哎、欸，谢谢。啊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我就跟你说，对面的洞在哪里？我们就要打那个洞啊！哎、欸、哎，统神中路兼装狗啊，我们叫啥啥啥？我先去统神，不会暂停的，我想怪那王猛，超神，战神操作我于二，那、欸、神类要死了，呵呵，呛一句，神类要死了，好猛哦，雷文神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
我双杀不吹捧哦。我想问一下、欸，是你雷文比较猛，还是 Best 宣威比较猛 ？BCT 宣威哦 ，LNCC 才叫猛啊！判断啊，不是我判断的、啊。感觉 BCT 宣威就是个渣、啊。这怎么他现在都改叫 Best Ribbon 了？哎、啊、我，你不要出来逛街了好不好？一夸就废了。做人台湾人不能夸的，赶快帮我打蓝那废物！要了啦！哦，不要抢了、啊，六，他现在就是一个、欸。我记得你刚才刚升五等是不是？你刚才刚升五等哦。废话，那给他、啊，不要啊！啊，你该把双 buff 练一练。没有，同学，你跟他抢啊！伤都没虚弱了，哎、欸，神没闪现了，没差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你不用讲，你就当江狗是空气就好了。啊、他也不会去的。人家是单机王啊。对，我跟你说。单机王上来了，破没闪现，你还不来？五等而已啊。好用电啊！来啊！中蓝哦。哦。操啊！看我刚刚。周猫顶一下。啊！吃鱼了。哦。送什么蓝？然后不要给你。六还二啊？但起码他起码他哎、欸，你小心他七等啊！哎、欸，六等，打一波吗？哎、欸，你们点掉了没有？上路哎、欸，大绝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欸、你要死了、哦？你是白痴吗？哎、欸，你是白痴故意来错是不是？哪有？哎、欸，你是低能吗？你大绝没有提到五颗星，哦、你出来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就故意戳我，你这是第一次玩是不是？你开大绝，你没有提到五颗星，你出来干嘛？问题是他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白痴吗？你开大绝，你没有集到五颗气，你出来干嘛？我等那时间。那你三颗气出来能干嘛？喝啦，没有啦，他就是他刚刚那稳死啊，还敢说？没有啊，他五颗气早就把那个飞尸干掉了。白痴啊，他就已经躲掉我的招了，有什么办法？躲个屁呀、啊！你五颗气早就死了。我操！我突然觉得你稻草人还比较强一点。哪有？他妈的，你这样选版主，啊、当初选你都低能是不是啊？L L 版主，你 L L 废物还差不多嘞。哎、欸，我奶茶去插眼了，江已经被 gank 了。好，我想先拉他一波，因为他没眼。不要！他们六了，你不可能拉的，你要等你六才行。好，那我先去插一下。他们换回来了。有点卡、欸，你刚有卡吗？我觉得有点卡。我觉得有点 lag 啊。对，我刚卡了一下。因为没差、啊，没差、啊，你过比鳄鱼好200倍。哎、欸，你是 jungle。啊死了！他插红眼嘞，糟糕！那我们 jungle 有什么用吗？有嘲讽。我想回家大爷。好啊，去买。我一个人顶得住一块。真他妈一个废物哎、欸！选角色来搓的，别人认真玩在搓，你他妈小安哦，干你的嘞！啊，他妈高中生他妈屁孩！我等下会站难过了。哦，惨了。干他一下。啊不行，他会死，闪跑有点快，我干一个单杀，好猛哦，七七，这就刚好也会七七了嘛，啊，我刚三个桃，刚扣他兵线是对的、啊，哟，我鱼饿了，原来他们最弱一环是上路啊，我们把尾换掉了。欸、小心一点。哦，碎！我刚刚盾了、欸。反杀，快！能电就电，先电神了。先杀神了。我先把他们 AD 隔走。好，可以，一定赢。哎、欸，叫那中。啊，你说一定赢，结果输了，拜拜。我也救不了你啊。飞斯，那个路啊，那个飞斯啊，有飞斯，飞斯过去了。
GG 大无敌 Jimmy。其实你们少个大绝，不然你们早就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但你们少个大绝，不然你们早就赢。刚要 KS 飞尸没 KS 到啊？嗯。我要回家哎、欸！啊，别你再吃一只就过来拿来，因为你再吃，因为你那个推兵线的话。不要帮小腿了，给他们多赚一点。没尾了哈。好，可以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狼还多久啊？你有记时间吗？就记你什么时候死掉、啊？我怎么记得啊？早就忘了。差不多。啊，错，赶快！你知道东海这个很会反的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打不赢对面。飞子已经十等巫妖了，我一身粪装。一身粪装。不。没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吧。感觉张狗在上路啊。张狗在上，是吗？感觉没看到。不要感觉啊，感觉不准啊。真的假的？大塔很凶哎、欸。不用怕，你 BCT 凶问的师傅，谁敢动你？感觉。啊死了！啊不要换掉！有了！有收到就好。哦雷耶！总算雷哥总算有点作为了。你们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啊！勾到就打得赢啊！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不要那边 poke！ 怎么样？什么雷？他四个头巫妖之祸，我要怎么打？我没有说你雷，我说那个 PO 万万啊！我要怎么打？四个头巫妖之祸，我一身粪装。好像打零才扯啊！有啊，你刚刚骂他雷，真的雷而已，这么我们最雷那个被张狗打死的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蓝 buff 转移速怎么样？去死啦！刚吃我张狗，哎、欸，张狗不在，他们我以为他们一人。他该不要刚我们吧？他应该光盾用掉了。对，我知道的，他点燃光盾都用掉。还好，那个飞尸没点燃，没闪现。他没有飞闪现是打前期啊，去哪里、啊？只要拖到三十分钟以后，他没有闪现，很伤啊！哇，快爆了！哎呀，你回，我顶住。让那种，还有我那种。哎呦，好猛哦！宣问师傅，蹲我，靠你一个就好了。那尾鱼根本被打成智障啊！干坏 ONGG 上路了。哎，我们先预测一下剧情。等等，我们把尾鱼拉进 Skype， 你知道他会说什么？啊，我刚才又没有输血。EU， 他讲 EU 上路，两个打输一个，你怪。那个雷文几个头？你要我怎么打、啊？好，对了，好，你说好，我怎么觉得会照？哎、欸，我们跪一下，我们 camp 一下。哎、欸，我2000块想回家哎、欸。先 camp 一下，快！哎、欸，下路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好像有眼。要等我啊！下路人哎、欸，他们突然往后退了。啊，干！他们刚拿蓝呐，操！找到就吃龙了。啊！不行啊，现在吃风险太大了，因为鳄鱼在中，不要吃。你行不行？啊，算了，那我回家买装。你回家补个装啊。融掉也没差了、啊。他们要吃龙了。终于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上路推。终于下来，终于下来了。快上路推，就他们要吃龙了。没有，他没吃龙。没有，他没有回。嘉文，真的嘉文。扣啊，雷固尾龙，看到没？眼刀，这里有一个眼刀。OK， 我看到。鳄鱼还不在上哦，不能打，鳄鱼不在上哦，鳄鱼100%要赢人的。啊，我上路换，我看，我没有上换，你不要过去，不要了。他那边是不是有红眼？就给他们。Yeah, let go。要神通吗？没有，差一点。我们推中啊，帮我，帮忙带一下。我要回家出纳蛇。东海在装。地下时间啊用
快吗？225吧。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就好了。为什么看不到特效、啊？有什么特效、啊？我 Q 的时候会消失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捕鱼了，他现在去捕鱼了。放多眼哦，他、啊、放根眼啊！哎、欸、，TG， 你有大局下来帮啊？你现在装备那么好啊，好啊，你一打二都不是问题。来了来了，我不坦呢、欸，要冷坦、啊。没差，不用坦，不用坦，我们全部都刺客，这样坦个屁啊！我们你就直接抓，啊、你就直接抓法对面夺印就赢了。你以为那鳄鱼夺印、啊，到现在才他妈一个日眼斗篷。他们那个是个脆皮啊，薄皮嫩鸡啊、欸！你来中路干嘛？吸经验哦！赶快追啊！我你赶快去 gank 来路。高高哎，不要哎，不要！下路有嘉文，嘉文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下路有嘉文。啊，你太饿了，那一看到有嘉文，没有打、啊，没有打，他是直接被他是直接被开哦，被法洛斯打到。他跟我们 jungle 都不蹲。啊！饿死了。不要要求多，还在中路在送。哎、欸，东海走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绕回来了。看他还在蹲哦。他想塔你，他想塔你，哎、欸，等等这里，等等直接一套丢死他。先上神了，先上神了，先上神了。哦，后面有东海哦。靠，后面有东海，不要走那里，后面有东海。哦，太神了。哎、欸，你好会尾哦，干，你一直用技能尾。东海可能在偷懒，我过去堵他。怕你死啊！干，我蓝被东海偷走了！哎、欸，杀杀杀！没有人。丢一个。哎、欸，你帮我把那个蓝的小的打死。我没有我没有手去打。哎、欸，中路没光盾了。我没光盾。他刚才打哎、欸。An eye for an eye。你下路推得掉吗？一定推得掉。中午，中午，中午，中午。OK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 BCT 宣位吗？他超喜欢玩雷文中路的。中路，中路雷文啊，对不？哦，飞机到，我到。我觉得也超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一，神啦！哎，你装狗还在吃兵？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不过来？他妈的！我靠！技能，看技能。他妈的，那就不用来了。你居然飞喝他一下吧！我操，敢皮又万万，别再雷啦！就让机器雷了。等下过去死掉又骂我，不可能。然后全部都两只怎么会打出一只？奶茶不是啊，他那个跳走我还是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拿红拿红拿红！哎、欸，那个，啊、对，拿你去拿。你先问打了。废话，你在那么下面。我会用阿雷固尾啊。算了，晚点再给你。妈耶！下个要给我，然后给不起。不要再强奸我四鬼了啦！帮你打而已，紧张什么？没东西吃了，你还要吃我？去吃屎啊！我们视野有点少，可是我想再多赚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差一千就可以出三项了。他出三项啊？一千呢、啊？凯尔现在已经出三项啊！我讲。新出都不见，都不见，都不见，下路要退，都不见，他们要强开，都不见，下路要退。哎，小龙要错，小龙要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哦，还有一分钟啊！快点，快点，他衣服就这样。下路退，下路退，一定有鬼啊！在这边吧。哇，四只，四个人。好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对，这个不要过来了，你不要过来。拜托，拜托，换掉这个。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再推，再推。啊，不行了，放他。他应该直接移走了。上路推一下，上路推一下。然后推他可以。这个放掉了。中路，下路啊都不行，他们都推，他们都来得及。手下啦，中路就是搓很慢啊，那个搓很慢。好啊，我看那个尾鱼那手残哥推吗？来，他先挡一下下路。欸、退上路退上路要退，不然要送。帅哦 ，Q 三翻墙哎、欸！跟你，直接过来哦，没有。小龙小龙，你们玩这小 case 好不好？不要送啊，五只啊，不能打、啊，那个地方不能打，不能打、啊。我操！这边、啊，
不能打、啊，超大哦！我开玩笑。哎、欸，退退退！啊，又要送啊！我看，要退吗？不是死票啊，就是不要救他，不要救他。他不会死，我可以吧？不要玩驼子、欸，不要玩，快躲好！要玩开大绝逃跑的，逃跑型玩家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龙要输了，回家也要忙小龙。他们在这边。你那位置有点危险。好不好？我刚刚闪现还没用到就死了。我想等等那个飞丝鱼谁，我就会打谁，除非他鱼射不，不然我其他都会打。你张鬼不用了，除非是我，不然都会打。我一下出四百，不要四百啦，小龙出了，他们在吃啦。哦，叫你们赶快过来，你们到底在干嘛、啊？睡午觉哦。我等你们啊！操你的，又没了。哎呀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快快过来。马尔可吗？你别在中午玩了好不好？你张鬼你不过来怎么中题？快过来啊，江哥！哎、欸，好像打了，感觉他会打输了。杀杀杀！我先杀杀我！杀杀杀！先杀杀我，快点杀杀我！神了，妹子！打打打！神了，我！东海东海东海！交给你们，交给你们，我坦完了。S， 哎、欸，小龙！哇哦！先吃小龙啊！神大绝！哎、欸。小龙啊，好多哎！你不吃小龙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我推中啊！啊，中塔随时都摸得掉，先吃小龙啊！我以为龙晕，我以为龙晕掉嘞。缺下路钱吗？缺下路钱吗？没你啦，我推中。啊，我去试一下。为什么要我坦？帮忙坦一下我。你有 W， 你有 W， 我没有啊。好，我飞啊！大姐丢我就对了，刚才。可我丢太早，那鳄鱼其实没伤害。嗯。我还丢他虚弱哎、欸。真的，我也被丢虚弱。他常常被要被吃。哎、欸，那个龟狗吃蓝啊，我有了，快点。呵呵，我操！你要送了、哦，装狗要雷了。不会，好险你有大绝。我大绝可以逃跑。哎、大绝都不是拿来开。哎、欸，飞丝要过来了。逃命的、欸。中路，我们四个先挡一下。卖装啊！没鳄鱼打不了那只肥肥的鳄鱼。达文，哎、欸，你没大了，不要再抖了，你没大了。你大你能干嘛？你有闪吗？哎、欸，你有闪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雷哥不带虚弱啊？我觉得带虚弱也不错啊，感觉啊。你闪现他叫不到哎，我不会玩。哎、欸，我闪现，我背他，都过来都过来，我背他，他没天想赶我，来，我背他，我背他，我背他。好，打了，打了。一打四，我这个大。我你们了，哎、欸，我输出超多哎、欸，超多哎，就给我输出就饱了。我输出也不错啊，只是我的年纪在后面、OK 啊。我吃龙，我定到五个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吃八龙啊！哎、欸，吃八龙啊！你们要去哪里？你确定？可以啊，那东海100%要回家了。我怕，其实我怕不是，我怕这局杀 Sky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，靠腰哎、欸。阿甘。会不会杀 Sky？ 他应该回家了吧？杀 Sky！ 哇，他没来，好险！好险！他来了、欸，来了！哎、欸，捞他！啊，走！我靠呀！浪费！去你的！哎、欸，我有时候 Q 没有特效哎、欸，我操！说杀了哎，我还开大，操！啊，没差了，你这个大。欸、下路！我去！你这个大，到时候也用不到啊！还逃不到？你的后射，等你就神开。合成装了。Lead me to b
不不，你知道我们这个组合，你以为我们一定赢哦？雷文等等被秒什么的，要说出雷文，雷文这么神，你怕屁哦？那就要看你没有开到大啊。他刚一个砍进去砍五个哎、欸，你以为不然你以为他会这样会赢哦？我操！我不是我神贝特，你以为他们还不是你吃鱼？哦，我吃鱼根本就没受伤害，我光盾直接把那个鱼解掉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打杀没受伤。哎，我们要哪路？推中啊，中好推。哎，等我科技枪啊，我科技枪快出了。李杰哥，新李杰哥，快哦！啊，下个蓝要给我吗？还是你要？当然是我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圣剑有没有蓝差很多啊？有蓝可以全程啊。我们推个中啊！推中了，推中了，不要回家。哎、欸，我上下路都推了，现在就压中吧。可我觉得雷哥没什么用哎、欸，要不要去分推一下？感觉要我要 BD 喽。你要出去啊？有用好不好？好，就推中啊！哎、欸，他们丢我技能也算是一种。你懂不懂啊？一个人就四招，丢我四招不就算四招啊？啊、他们都不在，他们都不在，他们在归，他们在归，不要，不要乱走，不要乱走。啊，探视，下面都很危险。啊，哎、欸，那个，哎呦，哎，来中，来中，不要回家，不要回家啦，不用回家了，你要回家干嘛、啊？我回家代言啊。啊，不用啦。对啊，怎么放这边就先把这八龙的两分钟脱掉，推下路，推下路，推下路。推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。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，因为他们刚刚有那种。啊、哦，我们跪一下，我们跪一下。你怎么没有 Oracle 啊？我就没了，我就想回家，但你又不给我回家。好、哦，好、哦、推他下路啊！他们都不见，他们已经跪下去了。看到嘉文，看到嘉文。我、哦、操！塔下。欸、小心一面，好、哦，没事，好、哦，没人。哎、欸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能抓一下 ，poke 一下。太远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神拉 ！poke，poke， 哎、欸，你被塔打。嗯。快、啊、快，八龙一分钟，至少把猪肉推掉，至少把猪肉推掉。哎、欸，上啊上啊上！哦，看，可惜，哦，操你的！哎、欸，七七你刚刚没有闪现哦？没啊没啊，七十，哇，我以为你要闪现早就开了，对啊，闪现就直接开，又拉到就直接赢的，对，拉跳掉啊！啊，刚差一点就拉到，中路中路，对啊，差点再推一座，刚刚蛮好一点的，好像我又没大了，操，没差啦。没关系，你大贴都逃跑用的，哪有？会战根本没影响啊。有啊，坦克啊，坦克，他大贴都不能坦了、啊。有啊，赵视野啊。把他顶掉，把他顶掉，把他顶掉。踏点塔，哦哟。好，对对对，转，走了走了。我投他们蓝红。好，哎、欸，有小龙，哎、欸，小龙小龙吃一下。哎、欸，雷哥小心，人都往那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有大吗？有只飞狮来了，大概多久啊？上路可以玩一下。哎、欸，等我，哎、欸，等我那个吃一波下，我差150块陨落。下路有人啊、哦？不要加温。哎、欸，中路那头兵给我，我要出陨落。啊不，我要出科技枪还是陨落？讲错，我要出科技枪。我觉得，哎，中路这波我不太敢吃，感觉有点危险。没眼了，没眼了，是吧？然后我等他推进来哦。对面在干嘛、啊？都不想打。欸、你们发现对面五个人一直都不见吗？他们想阴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屁是被我们推他，就屁孩心理啊，总以为可以阴到人。哎、欸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！哦哦哦哦哦哦哦我讲他们屁孩心理啊，就一定要阴人的、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安全。他们就五个人躲在一个地方呗，就屁孩心理。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这里小心。你是隔墙差，对对对，他们是隔墙差，隔墙差，疑心病哦，隔墙差啦，没事，你这鼻子在吃饭打玩具，讲的好像，哎、欸，给我，你要隔墙了没？嗨，好，我过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，哎、欸，赤红，哎、欸，你有红，那给我，好，给你，就跟你说，他们屁孩心里面一直想，激烈。好啦，我神装了啦。哎、欸，不要抢我的了啦！
好，打会战了，不要屁话，打会战。等凯尔神快。不用打会战了，我们等这个啦。我们外塔都推掉了，我看逼内塔很容易被反开啊。我们真的就逼这个啊。还要开？啊，奶茶又饿了。这个完蛋了，漏洞，漏洞被发现了。漏洞被抓了。没差，三三二七还一段。没有啊，正好啊，或者是正好。不过我们下路那一波兵要先带。刷我，刷我，刷我，刷。你不要刷啦，我想吃。我已经刷了。好，你已经刷了。感觉你现在刷也刷不。哎，我差一点哦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，刷光光了，好像可以。哥，我差点钱啊！哎、欸，小心那黑色技能哦，要注意一下。我差了超多眼呢。三三二七，准备了。他们都五个人一起行动，哎，都很怕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走那边就好，出我要出。他们蓝有吗？我去看、啊，应该有吧。神跳，没了，没了，啊、准备准备这里，哎、拔一下眼，有 Oracle 吗？好，过来过来拔。他们应该也过来，小心小心，这刚刚他们有一只眼没有拆掉，先放眼在这边啊。哎、中路中路中路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中路可以打，我招数都有，哎、过来中路打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不要躲起来、啊，他们会直推中路啊，你躲在那里也没用啊，他们推个中路就爆掉啊。哎、这边要不要切开？哦，嘉文。被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好，好，打一波，打一波，打一波！哎，凯尔神，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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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上上上，七七上！你要闪吗？你闪开！我会打你，我会打你！雷哥先上，雷哥上！他们哎、欸，他们根本蒸发哎、欸，他们根本蒸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蒸发一个 triple kill， 蒸发！吃完中在吃龙啊！看我们，我们各种输出不一定。GG， 我在他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输出，没人屌我。不是你，知道他们五个人血都是用喷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拉到那个法洛斯。哎、欸，直接 GG 了啦！我们 GG 的时候跳舞跳舞跳舞，我一路还没丢哎、欸，突然想到。哎、欸，嘲讽一下，嘲讽一下。金温要不要金温？哎、要不要要不要牛排一下？牛排。牛排要牛排吗？来了来了，让我上你，让我上。等，就我是嘲讽怎么样？神了！哎呦，我上大没有用。哇、啊！牛排，啊、爽啦！跳舞，嘲讽。哎，小陈，这证明我们不是二货，一定是对面的问题啊。看你们比我还肥，有点扯哎，十三。还好，哎。哎，刚刚把尾拉进来，等下我把尾拉进来。然后刚才好的、欸、东海，还有谁？神乐，好神乐，我看一下输出，也没有还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是这个主持啊？看这个雷哥输出多奶茶200，哎呦你们不懂，哎哎哎哎，童神童神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怎么我找不到？哎童神，神乐他没上 Skype 哦，他重来机，哎、欸、童神，哦，他重来机。你不觉得我的面子做得很足了吗？哎，不错不错，故意输给你们啊！哎、欸，那你我觉得，你知道嘉文开战是可以，可是有的时候怎么说，我也不太会说、啊，就是你们发现我们阵型都散得很开嘛，然后你们都挤在一起，你们每次被我们各种脸上打，哥你老师的那雷文敲一下，每个人血都快不见了，什么？那这我们真站在一起，对，其他的这一点啊，我完全同意你说的，我鱼就被打爆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尾鱼怎么会被打爆？我们江鬼被打爆，被打爆啦！哎、欸，东海不能这样讲啊！你知道我们有 PO 1那个吃也吃到死掉的高手。哎、欸欸，我没有影响啊，我是被红 buff 打爆啊。
不是啊，维玉，你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子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不一样啊，不是被人打爆啊，所以你们先不要讲话，我们先听维玉讲，因为可能有很多情况，我们先问一下，维玉怎么被打成这样子？不烂啊！是不是？你是非本人啊？是维玉吗？哎，不要这样啊！不要欺负小孩。好像啊。那我一开始还以为你 I N U， 谁说 N U 的？一开始是我啊，因为我看机器人在那边啊，然后我想说，就突然赢你，对啊，而且 N U 我们比较优势，我们下路两个可以点塔，就是没有神的那一开始扣闪太伤了啊，真的。他那时候如果闪现你追我那时候就在你后面了。前友好吧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你们大夫为什么会他闪现你一定死啊，因为他闪现我。对啊，他闪现你。东海下路那次为什么你会带服？我不会死。是啊，那时候又不是啊，啥随便啦，就烂啦。我不要欺负对面了，够了，差不多了。对面得了便宜卖乖，操！现在破雷文了，中路兵都操。现在我要创位了，哥哥废了，去。哎，还要玩吗？不错玩。猫，我去洗澡了。到了，我来客串一场了。你输出四千九，那个奶茶也有四千七。哎、欸，我们有空的时候多这样子打，就是分两队打，你知道吗？欸、然后不够的话就补别人就好了。好啦，我好了。感觉你们根本就太集中了，你们好几次都四个人，啊、有五个，你们位置都怪怪的，就五个站一起被雷文扫。没有吧？我是看时机进场。他没有，他在等，好不好？他明明就在等，我那时候就是看他在等。不是，小那一次神乐没大到，不然他没大到就死了吧？我忘记被谁干掉了。哦，所以你们那边就神乐雷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是我鱼烂啊，我鱼烂啊。是吧？我的技术还不如人啊。这个鳄鱼，你被鳄鱼单砍了，你被 BCG 宣问的师傅打爆了。唐神，你天才小吊手哦。嗯。到底是为什么雷哥？哎呀，雷哥要反野啊！我都我要去退货啦。智障，你又不能出多兰剑，白痴。可以啊，可是。我忘记说没有 support 没有帮我打了。干，你怪奶茶、喔，你现在没有啊？怪自己，怪红 buff 啊。那雷哥打野很辛苦，不能出断剑啊。可以，可是我之前玩 NG 都可以哎、欸。没有你玩断剑，你要反野啊？我看你就没有事做啊。我都被红 buff 烦死了，你要我反野，有点惨。你要玩雷哥，我不反对啊。你先学一些基本的观念再玩，好不好？有啊，不然大家觉得你白金一很可笑啊。你先吃野怪不要死啊，好不好？白金买来的。哎、欸，你看我战绩前哪各种 carry 啊？你会六连吗？哎、欸，他刚选角，他刚选角说，然后才在问啊。你好弱哦，玩雷哥还要爬六连。我有爬文过。那个公司很麻烦啊，你就不要看他 rank 啦，那是开技打的、啊。我教你啊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你不是看那有公式吗？我教你一个懒人包啊，就三个键一起按，连续狂按就好了。你讲那么多，我就退货了哈。你退货了？差不多啦，就是也没用、啊。不是也不用。我是觉得不用退啊，你玩到最后迟早会买满的啊，不然也买。连红 buff 都打不赢。三连 Q 是废大招啊！你现在干嘛？不知道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玩完雷哥，你先把招式练一下，比如说，有啊，合个妖梦鬼刀，合个神圣之剑，然后妖梦鬼刀、神圣之剑开大跳过去 ，Q 三连七，至少秒一个伤，秒一个输出也是一回事。我觉得 P1 玩的不错啊，你干嘛这样？视野怪被打死掉了，他隐藏掉了。哎、欸，我都玩弄东海、欸，各种他隐藏性，他隐藏性 carry， 你们干嘛这样？你要看一下 VOD 啊 ，VOD 了。你看会战的时候，一只狮子在那边，
会在你就大姐在那边晃晃来晃去，在那边装忙啊，装忙。我发现你的大姐其实都来当背景，背景的，来当背板，吉祥物嘛，吉祥物。他现在干嘛？要不要 OSU？ 没有，我等等可能要去韩服打个两场就睡了。OSU 不干扰吧？哦，来啊。